bus. 这次应该可以了吧？又失败了。机器云，骨头呢？哈，那就扳手吧。又是主人失败的发明。哦。有了。哈哈，逮住你了。把它放哪儿呢？机器。有了。嗨，道哥。我们都在湖边野餐，你要一起去吗？我很忙，没法去。喏，这个棉花糖送给你。哇，好大的棉花糖啊！谢谢道哥。哈哈，会飞的棉花糖哦，原来是小云朵啊！哦，琪琪，你怎么了？你感冒了，快来喝点热汤。小心！啊，我的汤！哇，那是什么？是道哥送我的小云朵。它好像在吸水蒸气。水蒸气没了。对了。这是小云朵，它可厉害了，让你们瞧瞧它的威力。去吧，小云朵。哇！真的好厉害。原来主人这次的发明成功了，我得把它拿回来。怎么没反应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是道哥的声音，快去看看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道哥，快把那吸尘器关掉！关掉！道哥，怎么
道哥，你把吸尘器搬到树林里来做什么呀？吸尘器用来摘果子最好了。小云朵救了我们，可是她自己却……快看！看，是小云朵。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玩具了，啊！买玩具，欢迎欢迎！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本店新开张，有最新最好的玩具了。最新最好的玩具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哇，有这么多新玩具！快来呀、过来看的都免费赠送一颗糖啊！套装版玩具、有亲子玩具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小猴也在呀、喜欢哪个玩具？哼，不就是嗓门大吗？哼，我有办法。喵喵，把电话和手电筒给我下。都拿去吧。用这个话筒，我的声音可以比它更大。好棒，好棒！快来看，快来瞧，这里的玩具免费玩！免费玩具？别走啊！想和我抢生意？不可能！
才是最棒的。我要一个电池，喂，他要买电池，怎么办？有了，有电池了，还好没被发现。小福，千万别过来，千万别过来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！这里有生活机。来瓶汽水吧。糟糕，没有汽水。怎么回事呀？这么慢。我有办法啦。我真是太聪明了。再买一个。他还要买什么？不管买什么，我总有办法。来个苹果吧。
苹果怎么被咬过？怎么会这样？糟糕！有了！苹果怎么又变好了？难道是售货机会自己换货？喵喵喵喵，你过来看，这是一台神奇的售货机。神奇的售货机，真的吗？我来试试。糟糕，喵喵最聪明了，千万别被发现啊！那我来瓶柠檬汁吧。柠檬汁？糟糕，哪瓶是柠檬汁？碰碰运气了。不对，这不是柠檬汁。真的可以退换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不对，这瓶也不是。算了，不要柠檬汁了。换一瓶牛奶。牛奶？这个有。千万别出错。快出来吧，琪琪，我就知道是你。喵喵，是我弄坏了售货机。快了。你看没坏，只是插头没插好。欢迎使用宝宝巴士自动售货机。真的？我来试试。免费券，可乐一瓶。这张免费券过期了。过期了，我还没喝呢。瓶盖打开了，不能退。那我回家拿钱。超市规定，付款后才能离开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有了，打电话找妙妙帮忙。手机，有手机了。喂喂，怎么回事？没声音。又没信号。没信号。信号。款后才能离开。喵喵走远了，怎么办呢？有办法了。喇叭。喵喵喵喵，超市里不能喧哗。
谢谢你，壮壮，这5块钱给你。谢谢，下次买东西再叫我。搬东西有5块钱，我也可以。太重了，得想个办法。有了，手推车。你在捣什么乱啊？我在帮忙啊。瞧我搬这么多，也只要5块钱。帮忙？这些货都是要运走的，谁让你搬下来的？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看来只能回家拿钱了，可是要怎么离开呢？隐形眼镜，有办法了，有隐形帽子。帽子，隐形，隐形帽子，戴上它，谁也看不到我了。我先测试下。怎么回事？效果不错。瓶子没掉在地上，不会被发现了吧？看，瓶子会自己移动，我们去捉住它。是你在这一直捣乱，你还没付钱呢。你想用隐形偷东西？我没有偷东西，我只是想回家拿钱。我不知道这张免费券居然是过期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别哭别哭，我帮你付钱吧。等等，你们看，免费，这是一瓶免费的饮料哦。免费饮料，原来是免费。中奖了，中奖了，中奖了，我中大奖了！哇哦，哈哈，太棒了，哈哈，可以免费出国旅游了。道哥，这次呢，只有1个名额，下次一定带上你。
东西都吃光了。主人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大哥，你怎么躺在地上呢？我是……哦，你是想打雪仗对不对？我才不玩呢。哦，难道你想……天这么冷，要不到我家去烤烤火？我家的炭盆还可以烤红薯啊。烤红薯？怎么样？哇，好暖和。谢谢道哥。壮壮，这些红薯烤着吃一定很香。道哥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怎么可能呢，我这是在打饱嗝。刚刚才大吃了一顿呢，撑死我了。本来想邀请你一起吃烤红薯的，既然你不饿，那我们就自己吃了。瞧你们身上脏兮兮的，先进去洗个热水澡吧。热水澡？热水澡？我先。哇，好舒服啊！大哥，这个可以用吗？可以。姐姐，大哥说可以。道哥，快进来，出事了！壮壮被卡住了，快来帮帮忙！看你们干的好事！让我来！道哥！有了！总算捡回来了。不准再胡闹了。我要把两个捣蛋鬼赶出去。好香啊。哇，在烤红薯呢。道哥，我还没谢谢你呢，用炭盘烤红薯太棒了。道哥已经吃饱了，这个还是给我吧。熟了。好的。吃红薯都不会，先用盘子装好，再用刀叉切开吃。对啊，道哥真厉害。毯子找到了。水，快拿水来呀。水来了。
睛。快走！全焦了。我的红薯。猪猪，这是哪个明星要来演出吗？明星？这是小偷，这几天都在这一带偷东西。哦，原来是坏蛋，如果我看到一定帮你抓住他。小朋友看到坏蛋要记住立刻拨打110报警。怎么有辆车？蒙面人！不好，有坏蛋在偷小福家的东西。小朋友看到坏蛋，要记住立刻拨打110报警。110。警察叔叔，我的小福家发现小偷了。我们马上来，大概5分钟到。警察到之前，我得想办法不能让坏蛋跑了。有办法了。轻松多了。怎么办？再这样下去，小福家的东西就要被偷光了。有了。吸到胡椒粉，让你眼泪鼻涕一起流，这样你就不能偷东西了吧？嘿嘿，感冒了真难受。呛死我了，哪里来的胡椒粉？不过鼻子终于通了，好舒服啊。就差一张桌子就装完了。糟了，警察叔叔怎么还不来？警察叔叔，你怎么还没到？小偷就要跑了。我就快到了。我想办法把坏蛋锁在屋里，你快来。好。
好，千万要注意安全。我要想办法把你锁在里面。有了，锁。嘿，这回你跑不掉了。嘿嘿，不好。这门又出什么状况了？刚刚还好好的，终于搬完了。警察先生，放心，小偷交给我了。小偷，你跑不掉了。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当上小偷了？警察先生。你误会了，小偷不是我，是他。壮壮，怎么是你？当然是我，怎么了？壮壮，腐败。怎么回事？警察先生，有人打电话报警，说你家有小偷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壮壮。小偷，我正在搬家呢。壮壮力气大，我请他来帮忙。原来是搬家呀，我还以为有小偷。我是小偷，你说我是小偷？那么刚才的口香糖、花生油、胡椒粉都是你放的。对不起。不过你让我搬东西更轻松了呢。我还要谢谢你呢。这么说，我也帮忙搬家了。差一点儿。快点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再往右一点。右，往右。你怎么左右不分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马上把小宝宝找回来。拿到了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幸运蛋，老天爷送给我们的节日礼物。哇哦，真漂亮啊。蛋宝宝在树顶上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有人来了，快趴下。哇哦。布置的真不错，还要装好彩带哦。我去准备晚饭了。那个人走了，我们过去吧，小心点。不好，有了。骨头。嘿。壮壮，你还好吧？够不着，看我的。不行，我够不着。让我来吧。不要。哎呦。
办法了。啊啊！好了，你这是用皮筋把我弹射到树顶上去。左边，右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我说的是往左边了。啊！蛋宝宝。蛐蛐，我的彩蛋！看，是蛋宝宝。讨厌了，怎么办？还是把它送回去吧。刀哥，书都装扮好了吗？刀哥，鸟妈妈，对不起，您的蛋宝宝。对不起。